公啊，第一次改一个整个改头换面大形态的一个开始。对，超级武林大会，光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了。盛装而来。对，所以说呢，想到舞蹈呢，就必定要知道了，因为光是五五六六主持呢，是比较没有公信力的。所以我们必须请到的是刘真老师。对，很开心，应该没有问题啦。对对，很开心要跟五六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然后也可以看到各位精彩的舞蹈表演。对，其实节目最主要的宗旨就是呢，因为以往少功大家都是看到比较玩游戏啊，或者表演综艺的部分。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欢乐，可是同时也要让大家看到，在所有的艺人们经过这个汗水的挥洒，还有努力的练习之后的一个成绩。好，所以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八位，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参赛者了。首先，我们欢迎第一位是许梦哲。再来是宋心凌、吴佩莎、钱帅君，接下来欢迎王少伟、马世立、吴经理、严谨以及王仁甫。好，八位参赛者来请请就位了。超级武林大会共有八位艺人参赛，在这激烈的竞争当中，将会有六位艺人晋级，剩下的两位艺人则必须进入自由舞蹈的对抗赛，舞蹈的风格以及呈现方式不拘，而最后分数最低的那一位将会被无情的淘汰离场。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专业评审老师。好的，让我们首先欢迎第一位非常性感美丽的 Tiffany 老师。欢迎 Tiffany 老师。欢迎大家。Tiffany 老师，他不但是许多舞蹈大赛的专业评审，更是许多知名艺人的舞蹈老师，合作过的大牌艺人包括蔡依林、罗志祥、183 Club 等。欢迎我们很多大牌艺人的指导老师蓝波老师。欢迎蓝波老师。蓝波老师不管是演唱会、 MV 甚至广告，都随处可见蓝波老师的踪迹，也是众多艺人们的编舞第一人选，曾任多次舞蹈比赛的专业评审。果然不一样。从这个十几二十年前流传到现在，历久弥新。你应该讲日剧时代就有吧，这样会不会久一点？那不免俗的，来到现场也要来一下。是啊，对。包伟明，80年代以一首《跑跑跑》红遍大街小巷，以其纵横舞坛的丰富经验与一针见血的专业讲解，对参赛者更是极大的考验。人的帅不帅真的有差，你知道吗？为什么都这么帅，出来跳了两个下就 OK， 我不要忙成这样。对啊，你看人家瘦了差八就好了，你弄了好几个。对，而且还没有弄得这么帅哦。再来欢迎下一位。好，接下来欢迎我们永远的黑猫舞后，哎呦，欢迎文英阿姨。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阿姨，阿姨，那叫麻烦你了。不是麻烦，我今天有点上来了。为什么马淑丽来？为的，为了马姐来的。马姐真的非常的认真。不是，为了马淑丽哈，年纪跟我差不多了。来参加比赛。他今天呢特别来参加比赛，我给他
文英17岁就加入黑猫歌舞团，当然无一不在话下。直言不讳又亲切的表演风格，深受观众朋友的喜爱，是圈内重量级的老前辈。下一位更不简单，真的，让我们欢迎国标舞界的玉山，国标舞界的教父周志坤周老师。周老师。周志坤老师纵横舞界近30年，国标舞界的巨星，同时也是国标舞世界总会评审，更是国内外大型舞蹈比赛争相邀请的专业评审。今天呢，我们的评审老师会以大家专业的部分跟认真的部分来做一个评判，最后那一位，我们的分数会在后面出现之后呢，就会被我们请离开现场。如果你的分数是最低的，非常的残酷哈。所以说呢，各位站在这，请好好加油啦！马上来进行我们今天精彩的。哎，没有啊，你今天难得还有误触人家麦克风，不是就要开始比赛吗？你们不是，你要知道啊，孙先生，你今天难得跟刘真一起主持，对，对不对？然后人家又是那么厉害的舞蹈老师，今天既然是武林大会的，对不对？就是自己应该要评审出来是有一段主持人嘞，对啊，对，我们要比赛，我们要比赛，你就主持而已。我也很紧张，好不好？你紧张什么？我看你们大家这样，我也心情也很难过啊。好了，我跟你讲，那我跟你讲，不要紧张了，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孙贤志跟刘真太太的表演，好不好？掌声。国标舞表演，我跟你讲，这样哦，超紧张啊！没有，而且超紧张啊！我一定要讲，以我专业啊，以我国标舞者一个专业立场来看，鞋子真的是很厉害。因为西班牙斗牛舞啊，是我们职业 A 组，就是国际标准舞比赛最高的组别才会跳到的舞蹈。好，对，所以两万算大，我们还是要看评分吗？还是要来看一下分数，好不好？老师，你们分数都给完了，都给完了，给完了，真的有给啊？这么狠了，好，是的。到底我还有他所表演的分数是几分呢？会不会遭到淘汰呢？评审，请给分。好紧张。是30分，这可能将近40分了。如果没有超过50分、60分，不及格的话，淘汰。拿起来！
那就是我比完了。没事，恭喜你，你回来了。各位观众，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始认真主持了啊！所以呢，先来欢迎我们的今天的正式比赛的第一位参赛者。首先欢迎第一位，是我们梦哲所带来的日本时空。掌声鼓励。在物力的团体中，年纪最小的梦哲，为了这次的比赛，全心投入了练习，无非就是希望有个完美的表现。好，往上看，越揉越好。对对对，是女孩子这样。对，好了，慢慢揉出去，再揉。 要点，要微笑，要很那个，他很用心在练。其实我发现他练舞还挺认真的。对，这支舞蹈还蛮有信心的，因为我觉得跟台湾大家常看到的那种舞蹈比较不一样。哦，我们可以从下面开始。然后很大，我做大，膝盖撞到。哦，大。 小心喽，这个有点到喽。梦哲带来惊艳全场的一集回忆录，将会有什么突破性的演出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许梦哲，宋欣妮。 是这个日本的艺伎结合了battle 街舞，这个日本的艺伎，然后呢，后来再结合这个有点 house， 再加上现在最流行的舞步 crunk，
哦，好难哦，掌声鼓励一下。但是呢，雪季，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气的艺伎耶，超大气的艺伎，现在心情如何？现在其实蛮紧张的，蛮紧张的。因为第一组要么就是给后面压力，要么就是让后面的安心。尤其是排在我后面，应该蛮紧张的吧？开玩笑的，但是还蛮紧张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老师看完了这段舞蹈之后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先请这个 Tiffany 老师好了。我觉得，孟泽哥哥的感觉是诚意十足。为了这个节目，当然，对，当然在这个美艳性感的部分，他在加油。哦，美艳性感的部分，平常性感不错，但是呢，你的云步太混乱。哦，云步，你在过来的云步，尤其那时候好像第四个八拍的时候，还有你的手势。你的手势，而且唯一很可惜不够柔和，因为女孩子的手本身她莲花指要很清楚。那你的 hip hop 呢，表情够酷，但是以后请注意你的项链一定要固定好，不然很可惜，这个可能没办法加分，可能会扣。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他音乐选得很棒，就是跟有点像日本味的一种嘻哈音乐。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惜就是里面穿插了很多种不一样的舞蹈，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创造一种日本跟街舞合成的舞蹈，那对观众来讲会觉得哇，这是孟泽的舞蹈，这样子的创意是，而不是好像大卤面一样放了很多段啊，里面又放肠啊，又放大卤什么什么的。一定要有个人的特色，我觉得应该是要表演你自己。然后现在刚才感觉比较像表演很多段舞蹈，对，这点点可惜的地方。太可怕了，给我们。老师，请们掌声鼓励一下，如此的专业，各位参赛者现在有什么感觉呢？我是要回家。你们不，等一下，等一下，你们不能每次问到你们就要回家，那我先走好了。可是因为老师的严格，真的会让我们这边又更害怕，因为本来我们在这边，每个人心里就是很紧张，就老师又来一个，尤其是在第四个八的尾巴。哇，太严格。这就看得出我们非常专业的部分，但是更可怕的时候来了，到底许孟哲可以获得几分呢？每位评审总共有20分的一个基准，加起来到底有多少分呢？评审，请给分。哦哦哦，30、40、50，快到了60分吗？60分，会不会再高？快70。谢谢鞋子，我跟你讲，我给孟泽真的很多分哎，很多分，谢谢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哦，我从小看那个日本那个什么什么妓女啊，在跳舞啊，妓女不一样，就这点我应当。我跟你讲，我没有看过给短相你这个那么丑哟，所以感情和勇气可嘉，所以我给你很高的分数，真的。所以我们再一次给孟哲掌声鼓励一下，来请合作，谢谢。哇塞，太精彩了，79分啊！对啊，第一位就有这个分数哎，真的真的好。后面他们应该要很紧张，压力越来越大了。再来，我们欢迎第二位的参赛者是，我们欢迎宋欣妮为我们带来的柔情蜜意，掌声鼓励。勇敢女生为号召的宋欣妮，清新的外表和精准诠释的深情歌声，虏获了许多观众朋友的心。今天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舞蹈呢？因为你变得像是支点，他可以放完你这样。对，你看，好难出去哦。
个舞蹈是润吧，对，而且心里啊，润吧是爱情之舞，所以你在跳舞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爱上舞伴的感觉？有，我昨天在排舞的时候，我第一次跳舞会觉得。原来跳舞是其实是谈恋爱。好，那在练这个舞的部分有哪里是比较辛苦的？我觉得它是那个背整个要提起来，然后像我那天就是直接就先踩到自己，然后你看就流血。对啊，有伤口了。其实国标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舞蹈，因为女生都是穿着三寸的细高跟鞋在跳，而且刚刚心仪她有很多线条的动作，哎，非常适合展现她的长腿。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老师究竟怎么样看这一段表演呢？其实越慢的舞蹈越难跳，越慢困难度越高，而且你必须要 hold 住你的肢体在整个地板中心上面的时候还要站得稳，还能够表现出来，还能够表现肢体的柔软度，的确是难的。所以刚刚我们都看到你的整个表现非常好，可惜呢的确很多地方没有站稳，平衡的平衡很难去做得到这一点。那舞伴当然是很重要，还好您的舞伴帮你撑下来了很多。依我看起来啦，心里虽是讲伊不是专业的，可是哦，这个慢的舞哦，老师刚刚讲的，有时候站起来就这个步哦比较不会稳。可是我看你的表情哦，真的没有想到你其他的，你的表情真的太好了，对，比专业还专业。但是切记，今天是舞蹈大赛，不要兴奋的太早。好，有几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嗯，一开始选舞伴的时候，你自己的体重跟他的身形要配合，不然有的时候他会撑不住你。刚才有个动作，稍微要炸掉。还有第二点，你最后很可惜，你多余了一个动作，你手去搭他，你犹豫不上又上。对。最后你卡在那边，你上不去。连这个都看了。会相当高，一开始表情真的很好，你伸那个咸猪手感觉没有意义，所以下次注意。好，哇，高大哥不愧是两位毒舌派老师的亲哥哥啊，他连上手的timing都看到了。哇塞，这个是包老师，如果你下个礼拜有点忙哦，其实不需要这么多到。我准备长期住在这里。经过了评审严厉的批判之后，究竟他会拿到多少的分数呢？评审，请给分。三十四十，快五十分了，快五十分，五十分。既然是艺人，一定是异于常人，你一定有相当的才华，不然你凭什么站在这边表演给大家？李严谨为求胜利，将带来最火辣的热情舞蹈。广告之后，马上为您精彩呈现。评审严厉的批判之后，究竟他会拿到多少的分数呢？评审，请给分。三十、四十，快五十分了，快五十分，五十分，五十几了，六十。真的，可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可能心情开始比较不好。对，是的，目前呢，因为呢，心仪是八十分，然后呢，刚才第一位参赛者是七十九分，所以呢，如果按照我们的规定来讲，目前最后一名的候选人就是徐梦哲。请你，你们要么也高多一点，不多不少，就那么一分，很难讲，好不好？这很难选。老师还是有他的公信力，所以我们谢谢宋心妮带来的惊喜。连我站在旁边看的都越来越紧张。对啊，而且战况很激烈，你看只差一分呢。真的，真的，真的，战况会越来越激烈，因为后面的表演也会越来越精彩哦。是的。下一位参赛者是吴佩珊，为我们带来《妇女情深》。掌声鼓励。看起来柔弱害羞的大女孩，从小耳濡目染的她，也练得一身好武艺，在演艺圈有国标小星星之称。今天和爸爸搭档的她，能有什么样精彩的演出呢？终于有可以喘一口气的时间。很
辛苦，为了这次的比赛，而且大家听我的声音应该就知道我整个就是被鼻子塞住，我现在是个重感冒，然后刚刚才去看了医生，然后又开始一直狂练舞，这样压力很大。虽然说从小就比赛，其实应该还好。你踩到我的脚了，一定要成功！一二三，跳跳跳！郑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吴佩珊身旁的这位就是吴爸爸。对，因为爸爸本身就是国标舞的老师，对不对？谢谢大家。爸爸还在喘。谢谢大家。爸爸会带这个女儿一起跳这个舞会很紧张吗？不会紧张。跟你们说一个秘密，是刚刚前面论板过了中段之后，步子全部忘掉了。哦。完全现场跳出来的啊！哇塞，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所以呢，爸爸也非常的辛苦了，我们再次给吴爸爸掌声鼓励一下。先请爸爸到后面休息一下哈，谢谢。哇，佩珊，怎么会想要跟爸爸一起合跳这个？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其实我原本的舞伴是哥哥啊，哥哥在那里。是，那怎么最后会选要跟爸爸一起？因为觉得是爸爸强烈要求吗？也没有没有，因为本身我觉得很希望能够跟爸爸一起表演，就在荧光幕前面。很好哎，这位是哥哥啦。对，哥哥。而且呢，其实各位观众都不晓得，刚刚呢，我们这个佩珊她在跳的这一支舞呢，我们有听到歌声，对不对？对。这一首歌曲呢，是佩珊自己的词曲全创作，包含自己唱。唱的，对。是为了这个节目，然后除了精心的编舞
之外呢，还另外写了一首《伦巴》跟《恰恰》的舞曲。啊！掌声鼓励。但是呢，各位观众，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就是说呢，因为爸爸是国标舞老师，然后呢自己的词曲创作，老师就会多给分，反而是会更严厉哦。对，其实老师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你的水准可能本身就比别人高一点。舞蹈世家，对，所以老师会用更严格的标准。好。会很紧张吗？超级紧张。超级紧张，是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评审老师们的一个奖评。好。那么今天就是呈现一个专业性的表演。那么虽然我知道看得出来那个论马其实慢了很多，而且整个基础的稳定度很不够，音乐的表达很不好，可是你的恰恰的确是非常的好，其实天师分了，尤其在转接的时候，你转进来恰恰反而把过去刚刚论马对不好的都抛掉了，不过这个在论马的基础上面呢，应该再加深一点功夫这样。好的。佩珊今天他们的主题是父女情深，但我倒觉得他们像情人情深，跳起来非常深情。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让我感觉非常感动，而且吴爸爸是一个很可爱、活力十足的，他可以说在你这个表演的过程上面加了不少分数。对，其实就是靠爸爸。我对你并不是那么熟悉，可能观众朋友也是跟我一样，但是你今天呢都很好，但是你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你在慢歌跳舞的时候，你的嘴型在换气非常清楚，所以这一点你要注意。你慢歌是不能有换气的动作。不要那么严格啦。不要那么严格，要喘呢。老师，你所谓的换气是跳到一半有这种？不是，他嘴巴这样，他在吸气，很清楚。其实是很深情，应该是微微的，他是。一看就知道表情呆滞。还有你父亲在跟你 freestyle 的时候，他既然牵你的手，你的手非常的懒散，非常的草率，你被他牵的时候是被带着走，所以你们两个的默契完全没有。所以可能是你哥哥身材变了什么的，你不愿意找他搭档。那我觉得今天你父亲加分加很多，我希望你自己下次要注意一下你个人的缺点。谢谢。哇，舞蹈动作来讲，我觉得很棒，只是有一个地方可能要练习一下，就是刚才有做一个手的曲线这个东西，感觉上有一点点硬，这样子，所以需要练习一下。哎呦，以后我看哦，不要叫那么严格的老师啦。阿姨，我们支持你啊！好了，阿姨，你说了，我听阿姨讲，我是感觉啦，他老爸带的真的很好。他刚刚说中间有一段是忘了，可是他们马上补过来，我们都看不清楚。那你连那个喘气也不能喘了，哎呦！好了，阿姨，我爸七岁了。是的，所以说呢，比赛是非常的残酷，因为呢是艺人，所以评分标准会比一般人又要更严格。有没有听到马思丽？对不对？等你下跳，你不要喘气哦。我心脏病，叫咩夹起来，咩个叫我？好，所以我们看到呢，到目前为止所有参赛者的最低分是许梦哲的79分。是的。到底评审老师会给吴佩珊多少的分数呢？评审，请给分。20、30。精彩的动物即将进入高潮，在这八位艺人当中，谁将会被迫离开现场呢？评审老师会给吴佩珊多少的分数呢？评审，请给分。20、30、40，快到50分了，50分，接下来是60分，会不会再高呢？会不会再高？70、70几了，70几了，会不会到80呢？讲完了，我软了，我不行了啦。所以佩珊开心吗？开心开心。努力是会有成果的，再一次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请工作休息哈。下一位是陈帅初，我们带来的印度舞娘。掌声鼓励。陈帅君以靓丽高挑的外形一直是镁光灯的焦点，这次挑战印度舞蹈的他练舞时的认真态度是有目共睹的，到底最后的结果能不能获得评审的青睐呢？看到没有？然后，因为我刚刚看起来，像是我很努力在这一次的肚皮舞的这个练习，然后我也觉得。
蹈真的可以把女性的那种美感啊带出来，可是这个舞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简单，也不是速成班就是很容易就可以达成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今天真的花很多心血，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我练习的过程，那么我待会要再继续练，希望你们到时候看到我的时候我能够拿到一个很好的。先跟大家问好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帅军，刚刚带来的是印度舞。是，我们看得出来。全身 kira kira。这会不会很重啊，帅军？有一点点重量，但是那种 kira kira 的感觉，你会觉得哇，整个人只要一扭要摆臀那种感觉，整个就呈现在印度的感觉。而且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在身上如果说饰品越多，反而在舞蹈来讲，可能它是一个负担。对，所以他的肢体动作上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哎呦，学。印度舞很难吗？还蛮难的，因为老师很严格，基本上扭腰摆臀，嗯，那然后定点的，就是定点，呜呼，定点，真的，对，真的很难。刚刚有这个定点这个动作，没有，刚刚印度舞是很柔的，所以没有加在里面，这是我自己要加分。是。对，我想说刚好让他看到这个动作。我们这没有办法在这里加分，没有加分，那可能是别的节目了。对不起。没有啦，但是呢，就是帅军呢，他非常认真的在练。真的，我真的很重视。而且呢，听说连脚都练到淤青。真的，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谁这个。在哪里？在哪边？哎呦！哦。不会，但是认真，我相信大家一定是看得到的啦，对不对？好，谢谢。那接下来就是看看我们老师们的讲评时间了哦。既然是印度舞呢，那就绝对少不了 Tiffany 老师。前面的部分其实都还不错，整个表情、眼神、脸都有到，但是从地板上来的动作以后，音乐、拍子跟你的动作已经脱拍了。啊，因为还有再来就是。这段舞蹈虽然你叫做印度舞蹈，但是事实上它里面有带中东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在这个印度舞的眼神跟手指头，但是中东里面有吉普赛的动作在里面，可是吉普赛的这个味道还不够，但是你有一个地方我非常喜欢，就是你趴在地上的时候身体左右的摇摆，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哇，但是之后你滴浪了。
我觉得其实我蛮喜欢他的那个整个造型的用心，因为我觉得其实华丽在这个 take 的时候，就其实它有一种气氛，一种氛围。那我会觉得其实来讲，整个看下来，它整个线条它一直在拉长，一直在做拉长的东西。反而就像他刚才说，做一个定点，哎，就有 tempo。有要节奏感，我觉得他就会诧异说，哇，刚才的线条拉得多长多美，可是当你全部都是线条的时候，他就这样一直滑过去，一直滑过去，你在期待说那下一代又要给你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像节目会要求制作人都会要有起伏，要有起伏，有没有？所以当你的线条都一直走的时候，那你就要小心哦，有可能分数就没有这么高了。就像我在讲话一定要有速度感，是的，我完全可以了解到所以在你的舞蹈里面，对不对？刚才线条加上一些身体的 shading， 它就有节奏感进来。那我觉得那感觉就会更美。因为既然是艺人，一定是异于常人，你一定要有相当的才华，不然你凭什么站在这边表演给大家？是真的，对不对？是。所以说，其实不是严格，而是说让我们更上一层。嗯，对。所以刚才帅军，你一开始的谄媚，所以千万不要有哀兵政策，不要说什么受伤，哪个练舞不受过伤？看我这种身高，对，而且内伤很严重。因为真的，我们练我都练到手断掉、脚断掉，我骨头断掉，其实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个拿出来也不可能加分，有可能会扣分。没有啦，我帮他讲讲话，他只是跟大家说有练到OK。这个是在比赛当中非常不允许，没有意义嘛，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既然是表演嘛，所以现在一开始。等一下，我本来还想讲说我的膝盖也呕心，我也拉出来过，我都不敢讲，我也都拿出来。我刚想说，我这个呕心待会要秀一下。等一下，宋欣妮小姐已经表演完了，不要再那个了哈。那我是感觉啦，我还没讲完，对不起。你已经跟人家讲了，我还没讲。是，我们一定要让帅军知道，他的条件其实很好，但很可惜，一开始你的手抖得太厉害，你的这个动作。太紧张呢，或者是说你出力点不对。好，第二点，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走位而已，不困难。其实，在中东舞它有很多玄机，但是你让我看不到，我只看得到你想只是把它表演完而已，你没有让我看到律动，那么可怕。所以你让我感觉像一个被人操纵的木偶在跳舞。所以，哇，所以讲没有生命，不，所以你自己可能在这上面。听我讲完，所以你自己可能在这上面再多加强。我今天给你的分数其实不算低，但是好自为之啊！不要再讲我们马姐是怎么见的，对，马姐都马姐，马姐走了，马姐已经消失了，马姐你已经先行离开了。马姐说她因为她的衣服缝起来了，你知道吗？她的那个后面是缝起来，她说她已经忍到不行，她说从一开始大家讲完，她就开始有想上厕所的感觉，她感受不了了，她去把衣服剪开来，然后去上厕所。哇塞，好，那么。这一段遭受到五位评审老师炮轰的一个奖评之后，到底会得到多少分数呢？评审，请给分。到底有几分呢？20分。为了这次的比赛，秦帅俊努力的练习，甚至因为练舞而双腿受伤，但他还是忍着痛认真的练习。尽管如此，不被看好的秦帅俊能否成功晋级，还是会敬陪末座呢？一个奖评之后，真的很可怕。到底会得到多少分数呢？评审，请给分。到底有几分呢？20分，30分，再往上一点，40分，50分，50分哦，60分，会再高一点吗？快70了，70，能够再高一点吗？到底是70几？70几？70几呢？70几？78分。掌声鼓励。不过我还在 PK 的范围里面呢。许梦哲，你好开心。钱帅军，目前是我们所有参赛者，也就是到目前你是第四位的最低分数。真的，糟糕了。有经过了老师讲评之后，有很低落吗？感觉呢？不知道。空白是不是？比赛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到最后的最低分的两位呢，会进行 PK 赛。我好想哭。再给大家一次败不复活的机会。我好想哭哦。但是不用担心，还有机会
的。没有，我要跟你说的是，或许王少伟只有50分，所以你不用害怕，好不好？给钱帅君掌声鼓励一下，加油啊！谢谢钱帅君，谢谢。目前战况：许梦哲79分，宋希妮80分，吴佩珊85分，钱帅君78分。目前状况最危险的许梦哲和钱帅君，他们是否有翻身的机会呢？是的，我想在这边呢，已经经过了4个参赛者了。是的。好，那么现在呢，缓和一下我们的比赛气氛了。4个比赛之后呢，就是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段非常特别的示范表演，是由张琪带来的《破解重生》。掌声欢迎。轮椅来跳的国际标准舞的润吧，对不对？ Wow. 是的，在伊甸基金会，我们在大概5年多前啊，觉得，很多坐轮椅的朋友都看到别人跳舞，看到刘真，他们觉得啊、哦，好棒啊，被跳步还熬碎狼给带起，就是那是下辈子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人无论你是不是障碍者，你都有跳舞的权利，而且那个力道其实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因为你要控制轮椅的平衡，对不对？对对对。所以整个难度其实还蛮高的。其实他真的是跳得很棒，是因为我，实在是必须要配合我，不然把你做不完。真的。不过我们可以来点快的，让他秀一下够练。啊，真的吗？跳舞真的很好。听说可以来点快节奏的，对，快节奏的。好，来都拢吗？那就马上来秀一段了，恰恰。好不好？恰恰来，老师音乐。贵姓可以跟大家文生自我介绍。郭先生哈，郭先生练这个轮椅国标多久啦？5年。
一开始推广他就加入。没有，其实我个人觉得湘琪姐今天来这样节目的意义真的非常的大哦，这再次的提醒大家，人人都可以跳舞，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想做，就一定可以做得到。无论你是不是障碍者，舞蹈永远是使得我们有青春、有活力、有朝气。伟民，你要是觉得挑战的话，你在轮椅上试看看，然后让他平分。所以刚才其实我看到郭先生跟琪姐你们在跳舞的时候，我真的感触到，我觉得你们今天搭配的真的是很天衣无缝。我们就有4个钟头。没有没有，凭良心讲，不管时间多少，我觉得你们所散发出来，让很多人充满希望。而且双手真的是万能，很恐怖，加油努力。谢谢，加油，谢谢大家。真的，所以呢，我们要再一次的谢谢湘琪姐带来这么有意义的一个表演，谢谢，掌声鼓励。是的，中场休息过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下半段的一个非常激烈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首先出来挑战的呢，就是王孝伟同学带来的啊，被绑住啊，这是什么？曾经得过街舞大赛冠军的邵伟，在转型偶像艺人多年之后的他，再次重新披上战衣，为我们重现街舞大赛的冠军风华。听说他舞蹈街舞第一名的，哎呦，第一名的。那我跟你讲，反正待会如果他很行，我们给他更难的东西；如果不行，啊，草草了事。因为我觉得后面要就是让这档气氛再爆起来，他可能有一些想法。老师再一次好不好？再一次那个前面的，再一次这个，即便时间再少，我觉得上了舞台还是要全力以赴。王少伟将要挑战高难度的舞技，最精彩的表演马上回来。许梦哲、宋欣妮、吴佩珊、田帅君、王少伟、马志立、李延锦、王仁甫，在这八位艺人之中，将会有一位被淘汰离场，谁将会面临这残酷的命运呢？即便时间再少，我觉得上了舞台还是要全力以赴。到底王少伟会不会低于78分？我们就看王少伟接下来的表演啦！王少伟变年轻。那我们就这样子访问了啊！访问你，真的，王少伟跟我们全国的朋友问好。
我告诉你，还有更厉害的哦。哦。好。大家好，我是少伟。Hello， 欢迎下来了，再次的欢迎王少伟。一堆脑充血，一堆脑充血。基本上它算是木偶舞的加上这个 popping 的结合，是是是。所以名字呢，其实也是很多我们参赛者的一个创意，没错。但是很明显，我们看到一件事呢，那就是少伟跟孟哲你所使出的就是人海战术，人海战术，对，气势都非常的强烈。其实我人也没有这么多，才四个人，感觉你气势很大。没有啦，但是其实呢，这一方面我想，因为观众朋友，因为毕竟你跳的是热舞。没有现场，其实人多的是现场的支持者。对啊，他们很少看到我这样这个年纪还在跳这种舞的，所以他们趋之若鹜，所有人都到现场。有有有，没有，我跟你讲，其实我是秉持，我原本是没有跳这个，但后来看到包大哥啊一出场的那个亮相，马上改。哎，不是要改，王少伟，你真的好危险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访问已经快五分钟，你还在喘呢。对，你怎么喘这么久？这么久啊？真的有差？不喘了吧？就是真的有差，差别在哪呢？因为现在的年轻小伙子啊，最后那个 ending 真的可以单手撑着，不要有人抓。是啊。可是我厉害的是，我还可以两手都放下，特意蹲着告诉你。好，所以说呢，王少伟带来这么精彩的木偶舞加 popping 的表演，到底评审的感觉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先邀请到的是蓝波老师。哦，其实我很久没有看到少伟这么动感，他之前都是走那种上半身舞蹈，就是表情很帅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今天他有一点有用力了，但是我觉得用力的那个点没有很多的点都不是在拍子上。那我有几个小小的建议，那我其实就是在服装，其实我觉得没有一贯，就是从线条连接下来到身体的线条，然后包含你的发挥的动作，还有就是做 rubber 的时候，一开始他有点点机器的时候，他其实都会有一个，你看那个油压的那个 rubber 的时候啊，就是老师我示范一下看。rubber 是机器的意思吗？就是他就是他，比如说他可能只是做的时候，他可能只是这样。其实它会有一个，还有一个正点，对不对？就像我们看到那个机械手背的时候，它会先往右，再往左，先往下，再往上。哇塞，它就会更明显。所以一般人来说，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对，其实如果在包大哥面前讲他的那个时代，他其实这个部分更厉害。好，是哪个时代？毒蛇？没有，你是现在，你是经典，从过去到现在都是经典。对对对。好，毒蛇包老师呢？木偶的动作一开始你要非常清楚，尤其你的身体跟头，你的分开来要清楚，你不是，你头跟身体是一起。其实，在木偶是犯大忌，它一定要是被人家操纵，不是自己去操纵它。第二点，你今天的服装真的很不协调。这个服装让我因为你这一套衣服很像我们清洁队道路的指挥。那其实消防队，不，我帮你讲，我帮你讲，说不瞒你说。知道身为一个艺人很辛苦，怎么说呢？除了演艺工作之外，在这边我要兼差。我早上来的时候，其实在粉刷里面的对，真的很辛苦。不是啦，我都感觉哦，一旦给就好啦。我感觉要刚刚少伟自己讲了，他年纪也是有啦，他已经很卖命嘞。因为哦，我年纪不要呀。不是，我没有看过哦。你可以了，咖喱昂啊吼，啊人就去争的哦，跳得像人家行，你知道不？那最好笑哦。其实我本来要加分啦，那后来剪的是后面那一段那个 pose 哦，你好像啊直接底下去掉你下嘞。那两只脚还在那边滑抖。好，其实那个很可爱，真的好。所以呢，王少伟。老师讲评完了，目前我们看到的分数呢，最后的两位是许孟哲的79分以及钱帅君的78分，王少伟能不能超越这个分数呢？好，评审，请给分。30、40、30、40，快要50分了，50分，60分，够了，今天已经到了60几了，到了90、70，快到70几了，70几。79分，掌声鼓励！哎呀，79分，跟孟哲，所以很明显的5566目前，已经79分，那等于是帅君78，然后呢，孟哲跟少伟都是79。五五六六已经出现了兄弟戏强的局面了。真的，哇，压力好大，没关系，还不好意思，还有一个王仁甫。你想说我们大家一起下来就可以了。对对对对。好，所以呢，我们再次的谢谢王少伟，谢谢。谢谢。哇。
哇，现在竞争好激烈啊！其实呢，分数啊，虽然说呢开始呢落差有出来，但是其实那个些微的差距并没有很大啊，都在一两分。真的，接下来呢，下一位参赛者要带来的表演是什么？接下来就是流苏越来越少的马诗丽小姐为我们带来的阳光散发，掌声欢迎。模特出身的马诗丽，在秀场文化盛行的年代，以长腿姐姐娇娇女的形象深植人心，风靡大街小巷。数十年不变的身材，优美的桥段，将对舞台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目前成绩：徐梦哲79分，宋希妮80分，吴佩珊85分，钱帅军78分，王少伟79分。目前成绩最低的三位就是徐梦哲、钱帅军、王少伟。究竟谁将会进入最后的 PK 对抗赛，面临最无情的结局，惨遭淘汰，被迫离场呢？马姐在练习的时候，我在旁边，不知道这个男的被马姐骂得有多惨。哎呦，是吗？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那手啦，那个手，那个抱起来的时候啊，那个抱得不好，马姐会一直拍人家的手，这样子。要我练去了，去了。然后呢，一直在骂，在嘴上，哎，都是你不好，你害我的，都是你啦，你自己要弄好，旋转你要把我旋转好啊。我还好可怜，我哪有？是是是。阿茂，你自己说，我有没有那么凶？没有。有点不太好意思把事实说出来。你的表情。好了，我们谢谢男老师，好，谢谢谢谢。谢谢阿茂，谢谢。哎，但是马姐，真的很好。哎，马姐，你知道吗？这是我看过马姐在教室练习，我大概看马姐跳了大概有10遍吧。这是我看过最好的一次。真的吗？真的。耶！果然你是比赛型的。对啊。没有，我觉得真的阿茂带得很好。
练习的时候你不是这样讲的。那你骂他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跟你讲，练的时候他带的不好。所以呢，评审的奖评是非常重要的。对对对对。好，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周志坤老师的奖评。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本来没有想到你能够完整的把它跳完，你中间一定会错的。我没有想到你真的完整的把它跳完，而且结束的时候非常好，最后一个拍子完美，完美极了。谢谢谢谢老师。好，专门来看马姐表演的文英阿姨。文英阿姨。其实哦，我认识哦马姐那么久了，你怎么也叫她马姐？没有，我认识她已经很久了。我今天才知道说，哎，真的，我特别来看你的。是，我知道你是哦，勇气可嘉。那我给你很多的那个分数，这是为什么？就是要鼓励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你是卖艺术是公司刮长辈买蛋糕披萨的对，嘿，因为我们国标舞啊也有壮年组哎，我知道啊，有七十几岁还在跳啊，有长青组对啊，所以我没有关系。阿姨的意思说，下一次我比赛完了之后，文英阿姨就会来了。哦，阿姨，哦耶！我是说了，我们这个新节目嘛，要鼓励一些哦年纪大的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有信心，你能挑战，你就可以来。像马淑丽这个，我也给她分数很高哎。所以大家来报名参加，哦，谢谢谢谢，真的希望大家报名来参加。但是文英阿姨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我跳得很烂，还她还是给我很高的。来，包大哥，其实凭良心讲，第一点，我希望马姐体力要多加强，好，不要说年纪大了，不能这么讲，不要说因为年纪大，年纪大你就不要选这种舞蹈，好吧？那但是呢，今天我有四句。你从第一拍开始的时候，让我感觉到风情万种哦。但是你第二拍的时候，表情就很丰富。对对对，有有。第三段的时候，让我感觉到卖力十足，哇！所以说，马斯丽不愧为长腿姐姐，无可取代，加油！谢谢谢谢谢谢！哇塞！很难得的听得到好的奖声哎。所以呢，到底马姐会有多少分数呢？评审，请给分。好紧张，30分、40分、50分、60分、60几了，70、70分到70几分，70几分、80分，会不会再高？会不会再80几？80几分，会不会再高？会不会是最高的呢？85分。休克的感觉，开心的快哭，真的很谢谢大家。但我想说的是，啊，高分你也哭，啊，低分你也要哭。那你到底要怎样？马姐，喜极而泣。马姐，你知道吗？你高分啊，哭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好紧张。其实因为呢，今天每一位参赛者他们都很认真，而且都很努力，然后跳的也都很棒。因为我们刚才坐那边从头看到尾，我们那天看坐在后面，我跟连锦两个真的吓到那个，想说哇，每个人都跳得这么棒，那我们上去要怎么办？又很怕自己会丢脸，又很怕说自己辛苦了半天，如果跳得不好，马姐加油，不哭不哭，你很棒，不会了，表现得非常的好，再一次给马姐掌声鼓励一下，谢谢马姐，谢谢，谢谢马姐，来旁边休息哈。哇，后面的人压力越来越大喽！真的。再来，我们看看下一位参赛者是谁呢？接下来是由李延景为我们带来的女神。美丽性感的李延景是最近演艺圈急速窜起的新星，172公分的身高搭配上115公分的修长双腿，完美比例身材将会带来什么样令人惊艳的舞蹈呢？李延景，其实我们今天设定，你今天来的话，我们设定要排第一名的东西，眼神媚，对，哇，对。这样质感就很非常有，而且又性感，对对对对，眼神在眯，他微笑，对对对对。真的吗？可是老师，我们的舞蹈底子。啊！老师，我屁股。那你掉，我没有动哦，我这样撑而已，我就可以，我没有动，我就这样撑。不要摸我屁股。哎。这次还是比上次差。对。好痛哦！因为滚啊，它不是都是硬的啊，关节和地板熟啊，我的腰这边整个都已经是红的，然后还有剩下的部分是给你看，但是为了第一名，我一定要加油。
性感女神李严谨即将带来最火辣的演出。我有第一名，我一定要加油。下一个参赛者有一个很好的场地，你想让他滑倒吗？是的，来，李严谨，赶快跟全国的观众朋友问好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严谨，我终于解脱了。掌声鼓励。是的，李严谨的这一段表演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如何感冒的。怎么样，严谨，你觉得这段舞蹈最困难的部分是哪里？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场真的很紧张，那表情应该要很柔媚。然后都要一直那个散发自己的魅力，然后可是我又很紧张，因为刚才还没比赛之前已经吓哭了，然后在后台已经呈现整个那种歇斯底里的状态，我现在还在发抖，不好意思。哦，真的是非常的卖力啦，又淋湿，其实还蛮牺牲的，是非常的性感啦。但是老师看起来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呢？老师讲评一下哈。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部分，我觉得很喜欢他的那个创意。因为他整个，因为我觉得他的整个人的身材跟他的脸型很适合做这样的表演，因为他很，我觉得会变得哇，这个东西很有创意，很美这样。那我个人觉得他很有节拍感，但是那个节拍感有一点点是深色的节拍感，就是你会看到他在走路在跳舞，他是这样 1, 2, 3, 4, 5, 他虽然没有在念，但是他身体是这个节奏的。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 ending 的地方，我觉得如果淋完水之后，如果可以再有点那个 pose， 那我觉得更美，因为感觉就是停在那个最美的地方。再走下来我觉得也不错，但是我觉得就少了哦，刚刚露露那边在那边跳了一段，我这边可能转成一个淋雨笑傲的感觉，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更美。但是我觉得帮你编排的那个舞的小朱老师真的很厉害，因为他编了很多很多创意，所以要感谢他，真的。创意不错，毒蛇包。就是你刚刚在叠罗汉那个姿势的时候，在往前的时候，因为你可能提早到了，你但停顿了0.3秒，你不知所措。我看到你舞者还没上来搭，浩大哥你是机器啊，所以你的整个的流畅度接点没有这么完整，但是还有你最后淋雨真的是很棒，也是男人喜欢看这样子一个很 sexy 的舞蹈。很可惜你的头发没有淋湿啊，你叫淋雨什么？有有没有湿？其实可以感觉得到你用劣质的洗发精。其实你不要紧张，我对你的分数也不会低。是的，所以到底李严谨啊，李严谨评审给的分数是几分呢？评审，请给分。
30、40。五十了，五十多，六十快七十了，70，够了，70几，70几呢，很难想，会不会太高？会不会太高？是70几，78分，掌声鼓励。78分还不错哦。比赛进入最后阶段，目前成绩最低的两人分别是钱帅君和李严谨，究竟他们两人又是谁将要面临被五星淘汰的命运呢？你真的把这里当成家面试了，所以你们唯一的希望就在最后，可能就是接下来。其实我已经看很开了，我不一定哦。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还有一位哦。对，哎，很难讲，好不好？对，而且我已经把地板弄湿了，看你能怎样。哎，待会我们会擦干，谢谢。我们谢谢李严谨，谢谢。是的，你们都不知道，自从马姐分数一高之后，她就开始把那个流苏缝回去，又缝回去了，一直在缝回去，从第一次缝一直缝。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人家说了，好久成瓮底。是的，最后的这位参赛者呢，压力想必也是最大，当然可能也是最有信心的，也很难说，也有可能是最低分的。对，好，最后一位参赛者是谁呢？王仁甫带来的《龙舌兰之吻》。哇，掌声鼓励。一向充满青春活力的王仁甫，在经过密集的训练之后，跳起了对动作要求极为严格的国标舞。这样的他将为我们带来什么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精湛舞技呢？是我呢，从开始主持以来最认真的一天。为什么？因为我要呈现一个完完全全认真的一个舞蹈。天啊，练舞都是一个人自己练，然后现在变成是要两个人，然后你就要想到就是要两个人要结合在一起。怎么样要做得顺，然后要顺着对方的力道。我觉得这是跳，我不要舞跟我们以前跳舞，以前跳舞就练好自己的感受。各位观众，我没有在开玩笑，我要认真。说开演唱会我都没这么紧张，没有你这个感觉，我一开始就有感受到了。其实我觉得表演完了以后就，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热，就是跳到中间，我觉得其实跳舞就是，尤其跳国标舞中，就是越跳到中间，然后越跳你自己会不自觉。像我在练习的时候，我一直问老师说：“老师，我的手该怎么办？”就是我常觉得，因为我们以前跳街舞的时候，手比较不会一直架住，我们会习惯手有动作。可是后来老师就讲说：“你就自然。”
然后他有做一些动作给我看，可是在表演的时候你不自觉自己就比如说女生的身体，一开始我是不敢碰，我觉得都只能这样，可是刚刚我就会敢这样子，觉得要这样跳才有，因为有我觉得那个就抓到真的真的。关于这一点我跟你讲，关于这一点我真的有看到，他就是差点还拿不出来，屁啦，你干嘛乱讲啊？没有啦，其实呢在一个真正的表演过程当中是不会想到那么多，而且其实国际标准舞它就是越跳你会越有那个感觉，因为它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嘛，所以可能你一开始是这样，可是当你跳到后来就是敢直接碰哦，你说的是这块衣服帮我剪下来，我要拿回去。有这么严重吗？但是我跟你讲，现在你很开心嘛，因为评审还没讲评，评审老师会说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到底你刚刚的表演是很完美呢，还是有很多的缺陷呢？对，请后退。虽然你很开心，是，可是你中间错的那一大半太多了，不可以原谅的错误。啊 ！Oh my god， 被抓到，所以有错。因为他中间有一大段错，两个人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两个人的时间点连接点已经在脱拍了，就两个已经不在一起了。其实国标舞最要紧的就是两个人中间那不叫默契，那叫时间点的互相运动。然后你在感觉上面的时候，他的一个拍子在哪里，你的拍子在哪里，要互相去运动。不过呢，虽然是这样子的，我还是想说，对任务来讲，我相信你选对舞蹈了，真的啊。谢谢，我相信你选对舞蹈，这个舞蹈真的很适合你的表现，从头到尾你还好，你不是跳我们国标舞，要不然没有人可以应得了你。啊！哇，真的！任福，那你要不要考虑，就是经过这个武林大会之后啊，转进我们国标界？要当偶像的啦，好不好？其实不瞒你说，我昨天有再去看一下你们的课表啊，是现在努力在安排时间当中。真的，对，好好加油，任福啊！我第一次发现任福的腿这么长。哎，真的，因为你知道吗？嘻哈嘛，这是垮裤，喜欢穿习惯。对。那我也不知道，原来人腹有这么高啊。对，你看人腹的腰线已经到这了呢。对。没有没有，其实我的肚脐在这里啦。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来讲，那你的胯也太长了吧？我还是穿低腰的啦，这个肚脐比较高一点。那我个人觉得他真的，我觉得他的刚才在跳舞的过程中，其实是另外一个的人腹，我觉得是有突破的感觉。我觉得这次他应该收获很多，因为以往在跳一些流行的东西来讲，比较少接触。就像他刚才讲的，我觉得他真的豁出去，因为我刚才死盯着那个舞伴，这样感觉上要把它吃掉的感觉。但是小心啊，千万不要劈腿哈。啊，我刚有，是他刚有劈腿，我刚有劈腿，他刚有劈腿，但是刚才那个只算半劈，还安全。哦，好。好，你最害怕的毒蛇包。在包大哥之前，我要看一下，你知道我练得很辛苦，我那个哎呀会扣分，啊会扣分，这会扣分啊，对。你他多少起步？这里加狂哟。哦，好，对对，这千万不能说啊。其实人府今天表现这个国标舞，一开始那椅子，凭良心很让我眼睛为之一亮，非常吓人，表现的真的是很好，而且每个动作都有到位。唯一可惜就是开始跳国标舞的两人需要非常好的默契，而且要从容不迫，你居然在转圈就不稳，所以这个基础功你可能没有注意，所以这一点你要注意。那第二个，你的体力跳国标舞目前还不能胜任你，所以你在前面的动作已经很卖力去做，你后面的流畅度就没有这么的圆滑，所以呢很可惜。最后我要郑重的警告你，以后别人的专利千万不要乱使用，要不然不是包大哥，我跟你讲，包大哥，我本来啊，我跟你讲，我已经只有用半招了，原本老师教我这个完了以后，他上面叫我起来要这样，那我跟他说老师不要跳，那个是他的专利哦。不是我的意思说，希望你以后要多劈两下，这样子分数才会拉高。啊，谢谢，加油！推广包大哥的专利，多推广你啊！不过学国标真的是好的，就是你除了体验到跳舞之外啊，其实你那个全身都会用力，然后屁股你不自觉就一直想夹紧，没错。人福呢也做了一个自我的挑战哦，但是呢，你是最后一位我们评分的参赛者。我只是想秀一下你的，秀一下我的 body， 大家在几集之后可以看到进步，就那个曲线会往上。好，目前呢，我们看到钱帅君、李延景是最低的78分的两位，王任福的分数不知道会如何，但是因为你是最后一位，我们先请所有参赛者先到我们的场上。
最后一个王仁甫，到底他的分数会高于七十八分呢，还是低于七十八分呢？嗯，评审，请给分。四十五十六十六十几了，七十七十七十几七十几，会再高吗？会再高吗？八十八十八十分，八十几分，八十几分，会不会再高？会不会再高？八十八分！哇！哇！足足多了我十分。谢谢谢谢。我自己都没想到，我说真的，我真的一直以为我自己的会六十八分，因为别骗人，别骗人，别骗人，真的，真的，再一次给王仁甫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老师，哇塞，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啊，所以呢，现在非常明显啊，来来来，几位我们集中好不好？来来来，目前我们看到的分数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哦，来来来，仁甫呢，因为拿到了最高的八十八分，所以我们今天的八位参赛者的最低分的两位，也就是我们的钱帅君以及李延景，不要听，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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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听，不要听，还是得听。是。所以呢，那个两位先请往前一步，请两位往前站，请往中间站。我们也不要说呢，本节目啊没有人性。是在你这个最后呢，老师给你们最低分的这个时间呢，你们还是有机会可以败不复活的。对，待会呢会进行一段 PK 赛，如果分数一样是最低的那一位，我们就真的要请你直接离开我们的现场。可以吗，两位？所以两位要想一下，你们等一下要选择一首音乐，我们会有一个大概将近一分钟的舞蹈表演，是完全是自由跳的哦，没错 ，freestyle 的，对。所以呢，看你们要挑选谁的音乐哈，你们自己去选。然后呢，表演完之后呢，谁的分数最低，我们就只能只好请请他离开。所以呢，钱帅君以及李延景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 PK 赛。在今天的八位明星当中，分数最低的两位分别是钱帅君和李延景，他们两位可自由选择其他选手的参赛舞曲，结合创意自由发挥一段舞蹈，分数低的人将会被无情的淘汰出局。究竟他们两位会是谁能够顺利过关，谁又将会被迫淘汰离场呢？是的，两位的 PK 音乐呢也都已经挑选好了，那最后的这个决战呢，决定谁将离开我们这个会场武林大会。那离开也就代表着评审对于你的可能不认真或是舞蹈的不够努力的一个结果，所以也请两位一定要默默的去承受这个结果，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没错。那我们就按照顺序好了，好不好？首先呢就是钱帅君，因为呢参赛的顺序还是比较前面一点点的，音乐也选好了吧？选好了。好，请加油， PK 赛，钱帅君，请准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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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音乐，谢谢。选手呢都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哈，而且呢在我们刚刚这个 PK 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评审老师都非常的认真的在看我们所有现场参赛者的一个表演，所以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是的。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位 PK 的朋友就是李延景小姐，准备好了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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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景加油！加油！李延景，请就位，加油！Thank you for visiting Player City.
Please remain seated to keep your arms and legs inside of the tram at all times. Warning, if you are not a player or a rider, please exit to the rear at once due to the high intensity of this trip. Are you all buckled up? Here we go. Welcome.掌声鼓励！谢谢。来，两位参赛者。好，现在呢，两位的 PK 舞蹈呢，也都已经表演结束了。舞蹈也是你们自己选的。音乐是自己选择的。对，音乐是你们自己选择的。老师呢，现在目前正在计算最后的一个结局当中，到底两位谁必须离开今天的武林大会呢？我们首先看钱帅君的分数。好，钱帅君的分数，评审，请给分。30、40、50、60、70、70几喽？80、80分，80几分？会不会再高呢？是80几分呢？80几分？80几？80？85分？我们接着看下一位李严谨的分数。对，李严谨到底他的分数会高于85还是低于85呢？就在这么一线间，高于85的话呢，就立刻可以留下来；低于85分，对不起，必须真的要请你离开现场。李严谨的分数，老师，请给分。50、60。70几，会不会再高？80，会不会再高呢？80几分？80几分？会不会超过85呢？会不会呢？上吗？会不会呢？80几？83分！好，今天的超级武林大会呢，分数也非常的明显了。经过了一番的比赛竞技。以及最后的 PK 赛之后呢，最后遭受淘汰的就是我们的李严谨小姐，所以请离开。严谨呢，他一开始就表现出他的没有信心这个态度的问题出来，所以从一开始他就不想输而已。但是当然在这个时候没有用，他说他跳的是不同的，其实我们来看前后都一样的，所以当然他这次赢不了。不过我希望他下一次再努力。其实每位艺人进到 PK 赛的时候都很紧张，所以在我们在评审的阶段当中，其实也很难去取舍。当然今天我们最终我们就针对他的态度，还有他自己本身的信心。所以今天呢，这个。钱帅君跟李严谨他们两个差别就是，钱帅君他把他的舞蹈跟他的音乐配合得非常的得体，而且最重要他有创新，用比较快节奏的音乐表现中东的舞蹈。倒是看到李严谨他把他的舞蹈就是很 freestyle 的，完全跟之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所以他的态度上面就输了，所以今天很可惜。希望下次参加的朋友一定要在态度上面。以及你舞蹈的自信上面给他加强。比赛都以胜败论英雄，李严谨在超级武林大会中惨遭淘汰，但是从他一次又一次的认真练舞到演出时的卓越表现，只因为他一时的紧张却表现失常，他的努力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有目共睹。在寒冷的冬天中，为了赢得比赛全身淋湿，也让所有人看到最惊艳的李严谨。超级武林大会为各位呈现的是最豪华的舞台，最真实、最认真，也最令人感动的艺人。是的，我们今天的超级武林大会也非常的顺利成功，然后也恭喜在最后的 PK 赛呢，钱帅君有把握住最后的机会，留下来了。对，我们也先请所有的参赛者来到我们的场中央。参赛者。
下。对，大家都非常的辛苦，我们再次给这些艺人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啊！其实我们要再次的告诉大家，就是呢，舞蹈真的人人都可以跳，只要你努力，都可以做得到。对，而且呢，恭喜这七位选手，你们已经成为我们超级武林大会的会员。没错。